我是刚换列车到的112年了，10月24号，西站8:09，坐班车是来了，示意我是北湖发车降下线号芙蓉的 N 绿色，微笑三分钟就把行程了。939区间车在西站现在停靠，我的示意号是北湖发车，经由沿线开往芙蓉的英里索亚，三分钟就奔行939圈了，在西站石英号。耶，还蛮开心的，示意号是啊，在西站停靠待毕。开启车门，我的是10哦，三十也通过，感谢你一时。10是树林八车九花东线上台东的。然后三天行驶12.5米，3010。皮蛋豆等一下，红色带新的机车，刚好顺势而通过了，还蛮开心的。阿罗小明跟妈在门都对我们大舅们，两个子来接妈妈。1010示意我吃。啊，赶快自来接。哎，有一台900。看到苗栗的新车，我觉得车进来8:12，1192区间车，137次，吉隆坡的江山应该苗栗的，因为说一下三分钟就把你942区了，在细子弹停靠下个那边。